哎呀，这不用拉小推车了，主人。5年都没推车了，他听话，他紧跟着主人呢。哎，真好，忠诚啊，人类最好的朋友了。山高水远近不离，雨绵绵情意多少苦。阳光还挺好，抱的是真雨，昨天晚上下的。早晨6点了，观光市场老板就闻着这茉莉花香。3块钱一颗，5块钱两颗，都是随便挑。咋还、哎、你就不以后不使那个洗洁精了？这也不用啊，一擦一抹一掏就完事儿了。植物油不用洗洁精，要是动物油好像就得用热水，就用凉水一投。哎，吃饭吧，还吃大冷面呢。这满满一大碗，多过瘾呢，天热。嗯，哎呀，你看，哎，我这样全吃的就撑够呛了。对啊，你把这窝头给我拿去干啥呀？你吃两个窝窝头呗，血糖高。不吃，不饮。夏天吃点好。嗯，这炒的是啥呀？啊，黄花菜呀、啊。嗯，好吃。这个就买的豆腐都可难吃了，我又重新给你加工了一下，看好不好吃。嗯，就是加工完好吃的是吧？嗯。就是就是，这我看网上看的。你现在人认识咋那么重呢？嗯。哎呀，以前说的，差不多动动手也就得了，现在家吓人。是。不行，啥事不行就拉倒呗，这家伙害人害己的。性格极端。嗯。哎，现在人不单是孽气重，好像就沾火就着啊，是不是？你不查就大，大家吃你的。现实当中生活压力在大，那就是记性不好。昨天跟咱唠嗑唠半天之后说的，那咱朱导是唠半天呢，忘了吧人家。唠半天最后你没准你不认识我了，人唠可好了你。忘了。咱俩大眼瞪小眼，愣想不起来了。愣想不起来在哪见过。这多尴尬。嗯，这记性咋的？我本来就记不住陌生人，这人至少得跟我打个3、4次。比较深入的交道才能记住，否则一面之缘匆匆的，我几次都记不住。嗯，你看昨天跟他唠嗑那人，我再看着我还记不住。实际我特意想，我特意瞅着，我就往寻思，我下次我得记住。嗯，但现在你跟我这人，我真又忘了。嗯。真香。应该是压力大的事儿。现在社会压力大。嗯。现在说实话，确实贫困分化和真的太厉害了。有钱的得有，没钱的确实没有。嗯，完了，有的人心里就负面情绪多，就失衡。嗯，今早卖鞋的跟你唠啥呀？卖鞋的。嗯。卖鞋说，哈尔滨房还得降，等，别着急买。嗯。我说都走光了，你在这待着。嗯。我说这都是。走不了的可能有老人孩子，就哎呀，现在有孩子的有的都举家迁移了。嗯，只要有点能力。这天儿挺好，天儿了，咱俩还是走啊。嗯。